俾千蚊。咁你贏咗次有第幾場啊？依場咯。第依場啊？係啊，依場三場。哦。買咗幾多次？收幾多錢？十蚊啫，千零蚊啦，嗱，十蚊一千幾蚊。好高喎！有冇話點慶祝啊？嚇，有，今晚去食大餐。大家都很投入的那种感觉。你有投注吗？我还没有，还在观察中。对，感觉人很多，人很多。对，这地方毕竟是这一季的最后一场，所以好像就是那些能定位的餐厅基本都订满。我们不太了解投注的方式，所以就是随便买一个，然后一次一次而已。那有赢吗？没有，手气不太好。